看一下这个东西。好，它已经被我漆，已经被我拆开过了，包装在这边。立架，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固定的拨片簪，哎，做的其实还算不错。然后拿起啊，还要附一个锁架，平常锁镜头用的。所以平常我在用的时候会这样。转进去，哦，樱花。好，啊，五，六，左边走，哇，这五，控制点对，放开，好，我们来调频吧。接下来这样子有一个二十个一个这样子学没事这一个是我同其他立体先结束平常的东西好发现一个紧接好，我起好，启动，放松，然后快点按，起开，然后快点，快点，好，点动，喝好，好，然后那就停，先要喝酒，所以头输一点，好的，后面继续转他，下，给他，没有下，不行，没有好，没错。就好多点，哎，那平时稍微好，很好，就好，哎，这就可以，哎，我去，就好，耶，按下这里，这个开机键，按下去。要开机声，耶！好，现在你
想啊，比格 OK，他就来追踪我。然后再加比格 OK，还有不追踪我。然后再试一次 OK，还有开始追踪我。